打理烦恼丝，剪个清爽发型，每年都会举行的义诊活动展开，服务信绿里的长辈。我们每年来为我们里内的这个弱势团体，哎，还是需要帮助的人呢，实施义检啊。今天早上我们从8:50呢，就有陆续有我们的乡亲呢啊进来，所以到目前呢10:30已经将近100人来共襄盛举。很感谢基隆市爱心关怀义检协会的鼎力相助，让活动能持续办理。因为有很多姐妹以前从事这个美发行业的，啊，现在也都年纪大一点，退休了，想说来帮助银华组的前辈啊，他们呐，啊，给他们帅帅的、美美的，这是我们的理想。谢谢哦，谢谢我们里长，剪完以后很开心、很清爽、很棒。亲切又仔细的态度，让被服务的年长乡亲都感到非常满意。里长期待把这一份温暖持续延续，让里内的长者及需要的民众都能拥有清爽舒适的造型。新里里赞！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